不少人都说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女人近日因为身体不适搭救护车送院，她的金毛寻回犬非常担心，想跟住上救护车，不过救护人员基于卫生和安全理由拒绝。金毛寻回犬没死心，竟然跟住救护车追了几条街，最后金毛寻回犬和主人一起到达医院，目送主人坐轮椅入内。狗仔一度走入医院，在主人的病房门口守候，它表现乖巧，坐在原地揈住条尾，不过被医护人员带到室外等待。最后狗仔被主人的朋友从医院带回家。见到金毛寻回犬忠心的样子，很多网民都大受感动，赞狗仔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